有个简单的问题，什么是爱情？它是否是一种味道，还是引力？从我初恋那天起，先是甜蜜，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。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，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人就像患重感冒，打着喷嚏，发烧要休息，冷热挑剔，欢喜忧郁，乐此不疲。叫人头晕的问题，什么叫爱情？它是那么的真实，又很可疑。研究过许多誓言，海枯石烂，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。所以说永远多长，永远短暂，永远的遗憾。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。那滋味时而在，心跳